熊猫凭借自己呆萌的外表吸引粉无数，但是别看它长相呆萌可爱，平时在动物园里可没少干哈，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。看见很多游客正在看着自己，熊猫赶紧坐在那儿，对着游客们撒娇卖萌。不一会儿，饲养员拿来好吃的，这家伙瞬间变脸。熊猫们纷纷站起来，不停抢着吃着。这下你们还能注意点形象吗？饲养员在园里放了一把椅子，熊猫一把躺在椅子上，还在那翘起了二郎腿。看见熊猫这一脸悠哉悠哉的模样，几个网友直呼：“这不就是你隔壁二大爷吗？”小熊猫坐在水坑里准备洗洗澡，但是自己手太短，怎么都够不着。刚好碰上饲养员路过，熊猫赶紧找奶妈帮忙：“奶妈呀，帮我搓搓背行吗？”去不了，一下被饲养员给拒绝了。